动力系统、生命灵数，看喵喵大师被骂的时候怎么安全闪人呢？有没有遇过刚进门就被噼里啪啦的骂？这时候要转身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对方又在气头上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生命灵数，看喵喵大师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有没有遇过刚进门就被噼里啪啦的骂？不管是发生在家里、学校还是工作场合，第一时间一定都是先吓一跳吧。这时候要转身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对方又在气头上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先用连线1472583369归类自己的动力系统，例如五号人是258组，九号人是369组，简单吧？怎样能安全闪人？喵喵大师节目最后会说，一起来练自己的灵数动力等级吧。先来说会神游平行宇宙的一组同学，通常就是因为自己在神游，才会没发现有人已经在生气，和平常一样悠哉悠哉地走进暴风圈。生气的人看到你事不关己的态度，通常只会更生气，逼你认真面对。等你回神，很可能已经气得胡说八道了，你才开始左右张望，确定现在的情况。但这时候自己已经逃不掉了。如果你是灵感组的369号人，或是有369任意数有两个以上时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很眼熟呢？身为369的灵感组会觉得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现在发生什么事？因为我什么事都还没有做啊，一进来就对我凶，很莫名其妙。哎，刚开始可以装没事，听听就算了，要是对方越讲越生气，开始牵拖牵怒，把你昨天忘记的事、上周不小心失误的事通通翻出来复习一遍，就是要吵架。369的人很可能会瞬间理智断线哦，你很生气，我才更委屈好吗？然后会情绪溃堤，很想大哭大叫发泄压力。369的人要怎样安全闪人呢？喵喵大师最后会说。再来说这不干我事的一组同学，发现有人在生气，第一时间都不会理会，说不定人家是在讲电话啊，然后努力忽视对方讲的内容，以自己要做的事情优先，正常行动，把生气的人彻底当空气的态度，不小心会让对方气到快冒烟，直到对方明确表示我就是在说你，才会压抑啊，你是在说我吗？如果你是高手组的147号人，或是有147任意数有两个以上时，是不是觉得这个状况蛮眼熟的呢？身为147的高手组，觉得会对空气讲话的人问题比较大吧，而且任何语言都会有主词、动词和受词啊，刚才听到的几乎都是形容词和发语词，但没有重点词，等于不用听啊。又说和自己有关，只好请对方再讲一次，这种过于冷静的态度感觉很高高在上，会让对方不自觉地想放大音量尝试压制你。147的人可能会用更大的音量回应，要求讲重点，人事实地物都要讲清楚，对方很可能一气之下拼命说你是邪恶的坏人。147的人要怎么安全闪人？喵喵大师最后会说。接着说越处理越严重的一组同学，发现有人在生气，认为关心安慰很正常，会愿意主动看着对方，释出善意，了解对方的情绪、困难、委屈，甚至愿意放下手边的事也没关系，就算出手帮忙也很乐意，因为对人机己机、人逆己逆感同身受，所以人缘不错，口碑也很好。突然被告知自己是问题制造者，肯定超惊讶。如果你是贴心组的258号人，或是有258任意数有两个以上时，是不是觉得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身为258的贴心组会觉得，我这么贴心暖心，怎么可能是凶手？但因为太震惊导致脑袋一片空白，会用无辜眼神认真看着对方，然后努力回想可能导致对方生气的所有可能，是昨天说过的话有什么问题，还是上次的事勉强接受，所以累积不开心。一边脑内搜寻，一边听对方说话。258的人越慌张会越听不到重点，还可能会急着说我知道我知道，反而让对方误会你在敷衍，只会更生气。258的人要怎么安全闪人？喵喵大师现在来说。先来整理大家通常会在哪里卡关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369的人可以参考双子、处女、射手，不是我的错硬要赖给我，那就来翻脸啊。147的人就参考牡羊、巨蟹、天秤，没有举证就是诬赖，要吵来吵谁怕谁。
258的人请参考金牛、狮子、天蝎，好心好意被误会，沉浸到人生好难剧场出不来。这样看是不是发现到什么了呢？用生命灵数动力系统归类，对号入座就变好懂了。恭喜各位发现到可能卡关的原因，知道是陷阱题才能够安全闪人，先避开，对吧？重点来了，要怎么攻略生命蓝图破关升级呢？请参考自己的灵数、剧本数和有数。369的人请装没事到底，离开现场后再说，因为要等对方的情绪冷静后才能讨论，不是吗？147的人请拿出纸和笔写下关键词，主动帮忙对方整理思绪，就不用大声了。258的人，人生的过去绩效不等于未来绩效，专心在眼前的这个人身上才能延续口碑哦。是的，不同动力系统有不同的诀窍，有些同学可能要参考两种方法才够用，也可以问同动力系统成员还有什么好方法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哦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